今日正式登陆2023年7月4日啊，第一次使用呢个落楼卡，落楼卡去拍地铁嘅卡啊，整到复杂嘅拍啦，舒舒服服，$2啊，一定要$2啊，拍低$2，哦，仲有特惠添，过七$2都唔使，收我过七啫。咁而家去警察局啊，有个欢乐午餐短聚啊，唱十大生日劲歌金曲啊，娱乐下大家啊，就录影翻，请自己享受一下啊，一个人啊孤单嘅时候就攞翻啲视频嚟睇啊，银纸买唔到噶，你睇电影点同自己啊，自己做主角。睇人嘅電影，即係睇自己嘅小型製作啊！自己做主角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咁啊！啊，今日有幾個運啦、啊，又撞到嗰個智能 AI 嘅地鐵嘅清潔員嚇，啲、啊、客人啊，又撞到個街坊話請佢搭車，成車包起$65就走。啲人啊，客氣啊，業唔夾班咁啊，接受呢啲咁嘅歌心事情，真係我唔係歌星。而家香港呢幾年好興啊，啲樂隊歌星啊、大歌星得生日請人哋搭電車，請人搭巴士，請人搭渡輪，啊，個個都唔計錢佢，名正而上。但係我哋呢啲好怪啊嘛，素未謀面，你咁請佢嗰3-4，或者有啲長者$2，人哋會介意啊。即係唔願意接受呢個款待，唔夠光明磊落啊嘛！佢哋要面子，又唔係要互相祝福，唔係要互相溝通去做一個和諧，互送啊！個送任程度好高嘅送任，互送互助啊，共融開心咁生活，咁啊都要接受呢個現實。